Hello， 大家好，我是卫生杯队长坤乾坤，大家好，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吉祥如意。2020年嘛，过得真的很丰富，对。然后这一年呢，我们威比我觉得也成长了特别的多，我自己个人呢也成长了特别多。2021年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展现出我们最好的自己，请大家多多期待哦，拜拜。2021年新年快乐，现在我在这里拍我们的 VB 的 Season Greeting、感受呢很开心吧，因为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新的 concept， 你看到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这个是有 glittering filter的样子，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喜欢我们的这一次的 season greeting， 周周加油，我们新娘们都见面了，拜拜。嗨，大家好，我是 WinWin， 然后这一年很快我们就结束了，然后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然后万事顺利，然后每年都可以开心，然后这一年感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和好看的表演，然后也希望你们都是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期待明年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2021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Yes！ 今天呢，我们拍了这个 Season Greeting， 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因为里面呢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还有今天呢这一次我们有这个就是关于星座的东西，所以应该挺就是新鲜的。然后希望，大家啊、
就是接着每一年每一年都跟着我们啊，我们一起成长，去更大的舞台，然后让你们感受我们为什么 V 的正能量，然后爱你们，拜拜。大家好，我是卫生队的小俊。Hello， 2020快过去了，你们2020过得怎么样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全部都不太容易，但是我们都撑过来了，不是吗？我们一起撑过来了。OK， 2020真的很多很可惜的地方，最大的可惜是没有跟你们见面，真的很想你们，可以说一年都没见面了吧 ？Oh my god， 不敢相信。然后明年呢，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现在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我们等一切好转之后，我们一起见面 ，OK？ 好，2021年，祝你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OK？ 拜拜。嗨，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那2020年到最后了，其实就是想对粉丝说，不止这2020年，希望2021年也可以继续看见你们。然后我希望这一年的遗憾，下一年一定要努力补回来，因为我们这一年很多就经常看不见面嘛。那所以我们希望下一年就是。现在马上到的2021年，可以我们多点见面，然后希望可以愿望成真，然后再见，那我们以后多点见面吧。Hey， 大家好，我是微尘 V 的老妖杨洋，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然后我们的2020年也非常开心的度过了，然后希望这2021年呢，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可以赶快的见到大家，对，没错，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这次的 Season Greeting， 然后我们明年见吧，拜拜。
微微。大家好，我们是微生 B。大家好，今天我们正在拍摄我们的 Season Greeting。今天呢，就我们大家其实用比较特别的 concept 进行拍摄，对不对？然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对对，我太喜欢今天的风格了，我觉得很帅，然后我很期待照片的效果。对啊，就是我也觉得今天的拍的特别帅，感觉有那种叫什么？Christmas， 对 ，Christmas 的帅气，对，对，好像我们之前2020年拍的，好像刚没过去多久，我们现在要拍新的了。对，之前那个跟篮球主题还没有，哦、对，刚结束不久，对对对，那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很快，我觉得2022年的都要拍了，那都太快了。我跟你们讲啊，在2021年，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大家，让大家觉得2022年非常快就要到来了。那2021年呢？会准备更多更好面貌给大家看的，大家也要多多期待。2020年也要多多支持我们 VV 哦！新年快乐！